头一个圣印身实地的菩萨，乐化身释迦牟尼降临到这个世界，活了88年，当他的大儿子跟他争佛位的时候，他那大儿子什么都说出来，所以在佛法里从来不提大儿子，只提他小儿子罗侯罗。他大儿子跟他抢世尊的位子，这一段话佛家都不说，因为不能给释迦牟尼这一个难受的事情给他宣传，他怎么能成佛呀？所以佛用乐化身降临这人间，他这88年不好过呀。他硬化这个东西，他只是告诉大家我过去多生累劫，他已经悟知到多生累劫以前他的身子经过多少困难，他也会想到以后要经过多生累劫，弥勒菩萨同样的在菩提树下正成正果，还早得很呢。不过给我们一个安慰呢，就是我们有前生，我们结了缘，这辈子来报应，我们这辈子做什么事又中了因，下辈子报应还好，有下辈子还有意思。假设说我这一辈子死了就没有我了，这个很难受的，是不是？假设说在座的人，我们100年以后我们死了谁都没有谁了，这个很难接受啊，心里很难受啊。假设说我们下辈子还能相见还不错，我们这辈子能聚在一起，虽然一个礼拜只有2次，每一次只有2个钟头，还好了，居然见到了。假设说根本无生，是已无灭，这个的话在我们感在我们的情上头几乎不能接受。大家不要以为我没有，我不必讨论这事儿，也不想这个事儿，我根本没这个问题。诸位没有遇见500年前的冤家呀，不要吹牛皮。不管你多老，不管你多年轻，牛皮不能吹的。所以三类分身呢，释迦牟尼他还得在这个世上来走一趟啊。他还要降生人间。释迦牟尼知道不知道那顿午餐他吃了以后他就会生病的，他就会在双树林中就要走的。我就要问这个释迦牟尼知道不知道，知道了为什么还在那儿去吃饭，吃了饭知道他这饭里头有不好的东西，他自己要吐，生理上要发生变化，这一点是我要问释迦牟尼的，可惜他已经不在了。他知不知道
他又知道他不应该把这一个人让我们现在几千年以后还在骂那个人家，为什么请释迦牟尼吃饭不把饭菜弄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不要让他吃了生病啊，结果从你这儿出去到了双树林就死掉了。我现在比释迦牟尼已经多活了快十年了，多惭愧，我做了什么事？释迦牟尼讲的三藏摞起来一个大书柜呀、啊，他老人家这个从29岁吧，30或者33岁，因为印度这个国家数目永远不清楚的，所有的经一时倒是什么时啊？没提。我们来给他算账。所以中国学佛的人把释迦牟尼的生年月日跟他死的时期，他讲经讲律讲了多少，讲了多少年，从他出生到他死亡，他三个太太，三个妃子，大儿子怎么跟他作对，小儿子怎么跟他出家，我们都给他考据了。中国人，我们要不然就不信佛，我们要信佛不是迷信，因为佛只是让我们觉悟而已。觉悟什么？生不再来，死不再去。无论是情也好，无论是物质的也好，没有一样我们可以带走。把这个记在心里，烦恼就少了。烦恼，烦恼，都是帮助你、促成你早死了。我们生一次气，少活一年；忧虑一次，少活一年。不要自己跟自己减寿啊，我们活不长久都是自找的，短命你怪谁呀、啊、所以释迦牟尼只活了88年，这个88年里头啊，82年时间，他做的事情可真多呀。但是他出家好难呢、啊，应付他大儿子好难呢、啊，对着那个1250个人，他们提出的问题好多呀。我们这是我这家。听我讲的不到100人吧，给我的问题已经那么大落了，所以今天讲过这个以后，下一场专门回答你们的问题。所以乐化身释迦牟尼他是发了这个愿了，但是我想他在他出家在他修行的时候，他真正有了神通，所以他说他的往事过去多少事都是做什么人，
他一出生，这个在印度啊，我们是出生赶紧算八字，八个字，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那个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十个配十二个，头一年是甲子年，第二个甲子年要六十年以后啊，才是第二个甲子，所以我们说，你要问人，你属什么的，你一下就算出他多大岁数了，看他的年相貌啊，问问他，你是哪年出生的？你是甲子年呢，还是乙丑年呢？一问，人家瞒不住的，因为一下就是六十年的差别。所以，随各种类现身，我真正修行好了，我成了菩萨了，我有了圣化身了，我能够应付一切，然后呢，这个人间我觉得要做的事情很多。好了，我随各种类现身，人我就变成人，假设我要渡这条狗的话，我就变成狗，随类化身，随类现身，很不容易。而且呢，释迦牟尼他出生印度，一出生就找人来给算命，不是算命，看相。人家一看，告诉他的爸爸说：“你这个孩子将来不成为万王之王的话，他就是一个大觉者，大觉者要出家呀。”他爸爸说：“我有这么个儿子，既然长得这么好，又这么样，不能让他出家呀。”所以让释迦牟尼所看到的没有生老病死，伺候他的都是漂漂亮亮的年轻人。等到他生了罗侯罗以后，他父亲想，他已经有了三个妃子，而且生了小儿子，他不会出家了，让他出去吧，出去逛逛吧。结果他出四门，见到生老病死，回来了一看那些宫女，他爸爸怕，就让他更能够爱好年轻的美女啊，找了很多歌女舞女给他弹琴唱歌，让他高兴。结果释迦牟尼一看这些歌女舞女，睡着了，累得不得了，口里流着痰，头发也半脱落。释迦牟尼说：“原来这么美丽年轻的女子，老了以后睡着以后这么难看呢、啊。”
释迦牟尼想着，我将来也要如此，也会老，也会病，也会死，人生有什么可贪图的？所以他的爸爸没有等他继承王位，他就走了。于是呢，我们就有了佛了。